现行的宠物晶片登记率只有60%。农委会新任畜牧处长谢耀清提出，希望借由狗脸辨识技术的开发，来替代宠物晶片，提升宠物登记的普及率。不过，这项技术门槛高，而且流浪动物很难让人抓来，乖乖的让镜头拍摄。就有兽医师认为，要达到狗脸辨识的普及会有困难。哎，这只没有打吗？兽医师拿着仪器在狗狗身上来回扫描，才能感应到晶片判读资料。刚上任的农委会畜牧处处长谢耀清抛出新构想，认为如果开发狗脸辨识技术，就能更快速辨别出宠物身份，由人工智慧替代宠物晶片。因此，在明年度列出300万元的预算，计划投入研究。国外呢，他有透过这些狗脸辨识，大概就是以他的鼻纹，还是他眼睛的虹膜。大概可以有已经有商品化的产品，大概会以招标的方式来请我们国内对这人工智慧有那个专长的这些学者专家来标这样。谢耀清认为，犬只的虹膜、鼻纹等都能作为脸部辨识的生物特征，目前已经有多所大学的资工系进行论文研究，研议未来会再找有意愿的业者配合开发。由于现行的宠物晶片登记率只有60%，有兽医师认为，脸部辨识技术若开发成功，可增加饲主替宠物登记的诱因。狗呢，它有每一只狗的鼻纹都不一样，就跟我们人的那个指纹是一样的意思。以对动物来讲，当然对以不侵入来讲，它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方法。但兽医师强调，如果要替性情凶悍的流浪猫狗做鼻纹拓印等辨识，可能就没这么容易。也有兽医师私下表示，实务上要狗狗愿意就范让镜头拍摄，也有相当困难度。谢耀清回应，各方意见都会纳入评估考量。记者黄怡晶、彭耀祖台北报道。